怎样的时机才可以在期待中相遇？此刻的心境若凝结成言语，将为你继续一路沿途的风景。我与你是命中注定，是交错的命运，与你的一切联系是神的旨意。我与你是一心同体，是必然频率。可是我爱你绝对不是神传递的旨意。山上练习风雨心底空间永不停息的潮汐，都在试图证明万物间的吸引力。无论何种言语通过哪种载体，都在试图拉近彼此间的距离。只要心存目的，就能放大可能性，在微弱的音乐也有碰撞的几率。我和你要怎样的频率才可以牵动彼此呼吸？跟随神的旨意，沿着既定轨迹，与你的相遇就是相遇的旋律。我与你是命中注定，是交错的命运，与你的一切联系是神的旨意。我与你是一心同体，是必然频率。可是我爱你绝对不是神传递的旨意。交错的命运。